哎、欸，哈哈，那个在那个开始闭幕之前啊，就是因为外面我们赞助商微软他们的摊位上有举办抽奖活动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他们没有来不及抽奖，所以大家可以上他们粉丝页去看他们的公布的名单这样子。好，我真的不是在打广告，这是真的。好，那就可以上他们粉丝页去看啊。那如果你有参加抽奖，其实我有去参加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抽中这样子。好。OK， 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在假装有 gap 啊，我们在五秒之后开始闭幕式。好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那哦，非常大家，非常谢谢大家今年来参加我们的 Cos Cup。好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就跟现在很像的画面。今天开源了吗？好，你今天开源了。好，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开源了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今天开心的？哎、欸，这两天玩的开心吗？好，那这边呢，小弟个人在这边祝大家可以天天开源，天天开心。好，这些是我们的讲者群啦，讲者群。那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在我们讲者晚宴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都露出这种奇妙的表情。好，那讲者晚宴有非常非常多的讲者，我们非常开心有这么多讲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享盛举，大家给这些讲者一个掌声好不好？那这一次 Cos Cup 呢，我们办了很多我个人认为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像是比如说 workshop 哦，那这边是一堆照片啊，大家看一下哦。那这是报道，那我边翻边讲啊，就是说我们摄影的伙伴呢，帮我们拍了很多很棒的照片，大家可以在之后上我们的粉丝团、我们的相簿，还有我们的perk， 还有。一堆啦，啊，反正很多，好，就是可以自己上去看，然后也可以上去搜寻Cos Cup 2015的 hashtag，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拍的照片，还有各种野生的照片。好，那好，太好了。这个东西我今天看到觉得很酷啊，就是在那个我们大卫摊位的隔壁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东西，如果。没有看到的话，那可能就只能请大家看着照片，就是好好观察观赏，然后研究一下这样子。啊，糟糕，前一页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有请人来帮我们拍纪录片，这是我们纪录片的团队。那大家给我们的纪录片团队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那他们这一次在大会中间，或者是大会前，甚至是大会之后，他们都会做相关的拍摄。我觉得他们非常辛苦，因为我那器材真的超重，他们要扛器材走来走去这样子。对，那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好，然后这次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赞助商。其实 Cos Cup 能够免费的办这些研讨会，然后提供这么多的很棒的点心。很棒的议程，还有很棒的场地，各式各样，Cos Cup 可以提供给你们的，其实应该说提供给大家啦，因为包含我自己，就是蛮多部分是靠赞助商他们的在金钱跟一些资源方面的赞助，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赞助商们，那大家给赞助商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赞助商好多、哦，快翻完了，快翻完了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有一个大会摊位，大会摊位上面有我们的，就是也是我们工作人员伙伴，那他们也非常辛苦，帮大家做了大地游戏。哎、欸，大家都有玩到吗？都有玩到吗？有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觉得那个就是超酷的。我们这一次有转蛋机嘛，然后还有那个赞助商提供的假娃娃机跟棉花糖机，我觉得。很有趣啊，就是除了来这边，除了听到很多精彩议程之外，还就是觉得玩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前面这些是我们的社群摊位，就是非常感谢来自台湾各地，甚至是香港的社群来参与 Cos Cup。哦，这样放太久好像会就是有太严重的广告嫌疑啦吼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各社群都来参与我们的 Cos Cup。好，那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举办的慈善拍卖会。那非常感谢所有
有参与这个拍卖会的朋友们。那我们拍卖会总共的金额应该是116,125元。那大家给所有参加慈善拍卖会的朋友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。那接下来呢，很重要就是可以筹备这堆东西，然后其实就是我非常感谢的啊，我好紧张，我怎么办？好，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伙伴们。那现在请工作人员伙伴们慢慢的上台，不用紧张，慢慢的上来，然后小心不要跌倒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名单，依照乱数排序，我刻意乱数排序过的。好，那对、啊，慢慢上来，不要紧张，慢慢上来，对，慢慢上来，慢慢上来，对。好，那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工作人员，帮我们鼓个掌好不好？好。帮我准备拍照。嘿，那我们请这些工作人员伙伴呢，在这边准备一下，我们待会会再拍一下大合照。哦，那要感谢中央研究院自由软体铸造厂，还有这个场地人文社会科学馆，还有附近的学术活动中心。哦，非常感谢他们有提供我们这么好的资源，还有这么好的场地。我们也非常谢谢他们，大家也来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些呢是我们所有的赞助商的列表。那当然，在我们大会网站上也可以看到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些赞助商，那赞助商就会多多支持 CosCap 也就可以多多支持各位，给各位更好、更优质的服务。那大家再给赞助商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那在去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穿着绿色的衣服拍下了这一张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张照片最底下有一个屁股。好，那在今天的早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拍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底下还是有一个屁股。好，那我相信呢，很多人看到屁股呢，就很想踹下去。所以，待会呢，我们决定不要有这个屁股了。我们就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这里，大家一起拍个大合照。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年的参与，我们 CosCup 明年见。